同样的轮廓，才能被算作是一家人。是不是说会有很多个以后，无论怎样都属于我们。是不是说会有说不完故事归你，归于我们一家。我会在这里傻傻的一直等你，不管大雨是否突然来袭。我会在这里将一切安排就绪，只等你一句。我会在这里默默地守护着你，就连呼吸也怕打扰到你。也许这就是真